男子大声飙骂脏话后，突然朝员警脸上挥拳，员警在没有防备下被打得往左偏了好几步。男子被朋友拦下，竟然不罢休，还助跑往员警脸上再度挥拳。男子发狠，几乎失控，痛殴员警手部、胸口。苗栗县三义一对罗姓兄弟酒后返家途中，疑似逆向与轿车发生碰撞，28岁哥哥受伤倒地，被送往医院。员警对23岁的弟弟进行酒测，弟弟不但不愿意配合，甚至飙骂员警三字经，甚至动手殴打员警胸口、脸部及眼部。其他员警见状，立即上铐压制逮捕。酒测单的签名的时候，该名男子突然情绪失控，然后对员警就是推挤动作，然后不慎把那个远景的密录器还有眼镜给拨歪掉。弟弟酒测值高达0.93，不但酒驾逆向行驶，还动手殴打远景，被依公共危险罪、妨碍公务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彭志明苗栗采访报道。